武汉热干面。这一盘是一包的量，姐妹们啊，就像我吃一包的话就够了，就能吃得饱。这个热干面一包是170克的，19.9块给大家发五包。味道不错，挺好吃的。有喜欢吃这个的姐妹们，小黄车去拍吧，我现在吃完之后就直播啊。